混浊不清，混浊不清净，就是有五种社会的现象，生活不清。但是一般的说，五浊恶世都在末劫当中，末劫那个时候啊，就是众生必恶。现在咱们就是，咱们现象就是五浊恶世，五浊恶世。因为这个众生啊，就是一切众生，人类也好，畜生类也好，恶鬼道也好，三恶道也好，都是作恶，做善的很少。举个例说啊，现在禽流感，大家都知道禽流感，就是这是恶业所感召的，说吃鸡呀、吃鸭呀，这叫禽啊。现在乃至牛肉，各个国家有个时间不进口牛肉，美国的牛肉杀生很多了，到世界去推销，各个国家拒绝不买它的，因为它含有瘟疫。禽流感，你看电视上说，一天几十万、几十万拿着去烧，发现一个、两个就烧几十万、几十万烧。这是末法时候的恶业果报，造的恶业太多了，果报太多了。众生浊，浊就是混淆不清啊。寿命也入世啊，寿命说，不是说讲寿命，难道这一个时候十万人、二十万人都该死啊？他又混说不清，不能等你尽寿，就是中断会命，中间断了，命根断了，这就是。佛在无量寿经说九种红死，说不该死得死了，就像那印度尼西亚海啸，大家去参观游玩去了，一下子死了好多万，到现在数字也不清，难道都该死吗？这叫浊呀，不是说或者五十年从生下来到五十年死，就是盛世的时候，浊世的不一样的，混浊不清。这是众生浊，就是恶业太多了，修善法的少。还有一个见浊，众生浊见浊，正法灭了。那个相法也不在了，也灭了。到末法时代就是邪法，邪法，就是咱们所说的外道嘛，是吧？一种道外，从理上讲，心有道外；二者呢，对我们佛教来说，不信三宝的都叫邪教。说邪的之见争胜，对的呀，硬把它辨别说不对。现在这个事儿很多了，很多了，大家可以看报纸说，可以看到了，全部是邪知邪见，就是正见得少，邪见者多，那就邪法丛生。就是换句话说，不修善业，净做恶业。真的，见着说看问题呀、想法不一样。
烦恼众，为助众生多助难遇。难遇啊，难遇有几种啊？不是男女关系，男女关系根本了，嗯，无缘无故的生烦恼，这么很多道友都有啊。那许的业障没消，就是你耐欲、兼贪，嗯，意见不合斗争，总因为自己对，别人不对，嗯，谗取、歪曲事实，白的说成黑的，黑的说成白的。是吧？以大灵药，以强灵药，完了自己可以胡作非为，但是呢，他指别人胡作非为，这就是这个时代，就是这个时代，现象上，斗争，人跟人争，果跟果争，奢受一些邪法，扰乱你的心神。命浊呢，所以古来的时候人呢一般的是84000岁，增减随你减，有时候增有时候减，得降到人的寿命100岁，像人寿命100岁，是不是人人都活到100岁呢？不见得，30几岁说了，现在活到100岁的还是不多。命啊，浑浊不清，不清。劫，劫是劫波呀，就是这个时分，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啊，是最积极灾害，互相仇丧。家庭也互相仇丧，一个18岁的孩子，他妈妈退休了，跟他妈妈要钱，他妈妈没给他，他杀了他妈妈80刀，杀死了还在杀，检察官检查80刀，这以前听说过吗？70-80岁老头子，奸污他的孙女，这个事儿过去有吗？就是这个时候的时间呢不同，就时候不同。什么时候呢？乱得很。就是这时候，刀兵水火激进，说劫波呀，就是我就叫五浊那事啊，那是，就是那。盛行善业呢？没有，没有。那地藏王菩萨就专在这个时候来度众生。这个经嘛，没这么讲，讲的在这方面讲的不同。在地藏经里头讲，也入事儿，说地藏王菩萨专在无佛时候，说地藏菩萨向释迦牟尼保证，但是有一点点对三宝有信仰的，地藏菩萨都把他渡了，乃念一声佛号，都可以免得地狱灾难。我要受个三跪，免地狱灾难了，不堕地狱，不堕畜生，不堕恶鬼。说地藏经说，咱们受三跪上都这样说的。现在这个是大乘大界时轮，这说的更广啊，更广，跟地上说的大同小异，但是有不同，内容不同，佛对着无垢天说现在地藏王菩萨要来这个世界，所以你所说这种殊胜的祥状是吉祥的现状，
今与八十百千诺欲多频婆罗菩萨俱，八十百千诺欲多呀，有多少啊？十兆。他说兆，等于一千亿。地藏菩萨跟他一起来的，他的眷属一千亿。我在加拿大讲，大师呢，我说到地藏菩萨眷属来了一千亿，他说是到我们这个世界来了，我说是啊，他说我们这世界才六十亿啊，我说你这右眼看，天眼看不通了。佛眼看不通了，这是佛说的。那么地藏菩萨来做什么来了呢？唯欲来此礼敬清净供养我。我说完了，一正经，地藏菩萨知道这大概我弘扬《大乘大济十轮经》啊，因缘成熟了。来这儿来了，这是我家的啊，这是我家的啊，就是弘法因缘成熟，观大机会生随喜故，他看见佛说乐章经的时候，他生欢喜。来随喜来了，是地藏菩萨做的声闻像，还带领很多的眷属，就是带好多一千亿那么多，十兆嘛，十兆就是一千亿，将来至此啊，他说要带这个世界来，以他神通力现的这些个变化。这些都是他的变化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，佛赞叹地藏菩萨功德啊，以下就说是地藏菩萨摩诃萨，菩萨之中的大菩萨，有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殊胜功德之庄严，有无量无数。不可思议殊胜什么呢？功德庄严，他的庄严中功德庄严呢，这个功德呀是不可思不可量的，一切世间声闻独觉所不能测，不能测呢就揣测不到，思议不到，这个并入眷属是做声闻相，就是做比丘身，大家看着地藏像啊都是比丘身，是比丘身，剃发演绎啊，这个身形啊，身形像，那个像这文殊普贤观音地藏观音弥勒，那这些大菩萨现的菩萨身，地藏菩萨现的是比丘身，比丘相，他待的是清净果度，但是他度生又到地狱，到地狱度，地狱是秽度了，来这他在南方清净世界来此秽度。来到娑婆世界，地藏菩萨是遍一切处度众生，但是他特别的慧能的世界，他的发愿还在那个佛弥勒菩萨就拿我们世界说，弥勒佛没来，释迦牟尼佛入灭了，空档，他到每一个世界无佛时，那
地藏菩萨，咱们现在讲的地藏菩萨呀、啊，跟咱们现在讲大方广佛经十一地的菩萨以上的入了佛位的相等的。我现在讲那个配合这个大戒十轮经啊，很好，就可以看那些个十一地的菩萨都能入世，各有各的愿力了，各有各的愿力，说视线不同，所以嘛，地藏菩萨视线的声闻深，声闻深，此大菩萨，此大菩萨就指这个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，是说微妙功德福藏，藏着什么呢？含藏着微妙的功德，有幽深幽广玄远，就叫微，不可思议。像强讲不思议品呢，华经讲的这叫不思议，不可思议，就叫妙，微妙的功德福藏。微妙是什么？微妙就形成菩提呀、啊，就是果菩提呀、啊，果菩提难知啊。功德嘛，行道有所有德于心，德是功是积累的，德于心，是修道所积累的一切事集聚于心，叫功，就叫德。同时地藏就是什么形容它这个名词啊，埋到地底下深长而不现的宝藏，地下有无量的宝藏，什么都在地下出。地藏菩萨能给一切众生生出来无量的功德，令一切众生都能得到解脱，这是佛赞叹地藏菩萨赞叹的言语。持住菩萨明净眼目，一切菩萨的导师能使一切众生明去做那个难，明就是去一切众生的黑难，净啊就去做一切的众生的烦恼根本之末，能给众生开正确的知见。眼目就是见，见就是智慧，智慧就是般若。真的《金刚经》讲佛的五眼呢，右眼嘛奈非通，天眼通非奈，慧眼当观熟，法眼了真空，佛眼照一切。这个眼嘛就是有五眼的差别，地藏菩萨五眼都具足了，是去涅槃僧人的导手，就是导师啊，导师，谁要想去向涅槃达到究竟佛果，那么他呢，地藏菩萨呢就像三人一样的给你做大导师。涅槃嘛要翻成华严呢，要灭度了，灭度了，咱一般说是死亡了，为什么不说死亡说涅槃呢？因为涅槃是不生不死，它就是法身，一般说涅槃就入了法身了，就证得法身了。为什么？法身是无生无灭的，涅槃是无生无灭的，还是不迁不变不异，那常住的果德。为什么加个僧人呢？这僧人到海里取宝得有个导师，说一切众生要想修道证到涅槃，那得有导师。佛赞叹地藏菩萨
就是引导度脱一切众生归向佛国，证得究竟涅槃。若如意珠与众财宝，像如意宝珠一样，如意宝珠呢所下的像下雨一样呢，所下的全是财宝。但是啊，我们得明白，能得到如意宝珠的下一些财宝的，你得靠缘呢，得有那个因呢，有那个因才能得到如意宝珠。咱们在这个世界上没听着谁得到如意宝珠，只是佛经上得到如意宝珠。以什么来得如意宝珠？一般说如意宝珠是佛舍利所变成的，有一种说修道的龙王，龙王脑子里头修成那个珠子，那叫如意宝珠。那怎么得得到？不是一般人说能得得到呢。嗯，所以形容着地藏王菩萨是一切众生的导师，让众生能够得到达到涅槃的圣地，让一切众生能够生长的善根的福田，令一切众生能得到如意宝珠。今天就讲到这里了。